是有一种信仰的，就是就不用就很难行。对，其实这把班巨人还真的有可能啊。对，他班巨人是很有可能上查诺的。哎，这边是凯奇桥头，这班迪吗？野猪，哎，法术，火球术，直接火球。那这波解了猪之后，桥头有没有东西？应该会想办法去过一下，直接盯人顶上。我想办法要去过一下自己的那个，哦，这个一波了，能防住吗？有点难防，我感觉。哎，这个、还有个冰人吗？这个小骷髅的运气很好，还是可以接受啊，这波防的还可以。对，再冲一下，冲一下，问题不大。这边继续过采集器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快速猪，对，可能是快速猪打三枪嘛。快速猪打三枪的话，快速猪是有，就是看他带不带飓风了嘛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快速猪解三枪能力非常强啊。对，我电带电车的，那这样吃火球了，直接火球砸。那这波野猪，哎，没漏一只，这漏一只很关键，那漏一只对，这猪输出差太多了，估计两锤吧，最少两锤，对吧？那这边只有一个冰人拉扯。小骷髅有没有来个围杀？选择去解电车，其实差不多。对，黑王也打不出什么输出了。那这个牌的话，双方应该就对于 Lightning 来说，他肯定是很清楚来这个小天阳的牌了。对，这个剑应该剑太多了。他的这个三枪不能随便分，因为过牌非常快嘛。但现在对面还差一张，好像过。他选择继续做采气，这样压制你猪的节奏。那这波就直接上猪。好，火球应该是冰淇淋接这个，但是这头猪好像送掉了呀！哇，这、哦、差一点点敲出来，那这个冰淇淋送了，哇，两个四个，有点恐怖，这波有点挡不住。对，因为费用确实亏的比较多了。还好这个小骷髅还是拉的不错，配合电塔，你还得解。那这样的这采集器有点多了，哎呦，交个小闪。大家可以看这个费用，双方差不多，然后这个采集器场上占了两个半。对，猪根本就不能出啊。对，这骗你火球的，你砸不砸？砸了就很难受，不砸没办法砸，不砸你也不能出猪，一定要留。对，现在是完全进入了三枪的节奏。哇，现在因为费用优势太大了，就看小田这边防守了。那左路要 all in 呢，直接砸火球。这火球是肯定砸的。好漂亮，这火球非常赚。对，然后那这样的话，三枪这个对应该是被化解了。看另一波有小电吗？好漂亮，解掉对面火枪了。那这样的话不好解，要过三枪，他是先过电车。好，火球术，我这个柱子要敲一下，还有机会吗？来本枪，对，一波三枪啊，这波三枪他在刷牌了，小天阳在刷牌了，三枪要分了，要下前面了，三枪对分前面顶没顶上，但宝枪也可以，对，还是难，很难啊。对，小天这个三枪应该不会，还是用火球来砸吗？这样再过三枪，这猪出不来了，应该不敢出。对，再防一波再出猪，因为费用现在还是没有赚回来嘛，毕竟刚才采气不敢出，对，采气亏太多了。再防一波就有机会了。对，那这个三枪遇到这个火球，其实头还是有点大。对，火球就来了，火球。哎，这波冰人带火球。哎，冰人加火球很漂亮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哎，这边这个猪防不太住了，我感觉。这波猪还是再稳一波，非常稳啊，小天那边。他不出猪，他不敢出，他怕被三枪吃。对，不出猪是最稳的打法。对。啊，这出猪了，因为没有冰淇淋了，电车。野猪能敲一下，敲不出来，敲不出，叫小电敲了一下，还不错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黑棋卖了火枪，对，火枪，那这样吃火球又来了，那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呀，对吧？这个枪一个冰激凌，是练了一手这个小废猪，打三枪还是很好打呀。是，那这就要被耗死了，对，没办法了，不好打。野猪只要敲一下一个火球术，但是叫小电防一下，没让你敲到。但是打不进去，这个火对面的火枪有点难解。火枪啊，还有一个电塔加冰激凌，对，冰人这种东西，你没有切后排能力的话，火枪无限输出。是，啊，又来了，野猪来了，非常难受。三枪，三枪，这波预判，直接预判，但是这个野猪应该要敲一下，一个小闪带走，敲一下，那这样再过一张小闪，对，很漂亮，小天这把打，对，他这防守做得很好，他好多个小骷髅就是。他好多个小骷髅，就尤其是前期那波防双刺客防得很漂亮，只要过一个小闪电，小闪，哎哎哎，这波小天阳他是想秀还是想，其实我感觉他来电的那波双刺客其实机会很大，但是就硬生生的被他冻在那里冲不了，不然如果一个电塔一个小骷髅，如果冲到那个电塔就崩了。对，如果能解掉电塔就没有，哎，果然上连弩了，连弩。好，这边来电的是上了公主，
公主碰到连弩就很头疼，对，就劣势了。看这个是什么形态的公主，也要做弩了。电塔，那这个电塔是为了解你的公主的。不，他就是先把你，就是先把你解了，然后再我还能架弩，架弩反打嘛。看这边有没有火箭了，解掉公主，盾牌。哎，这边可以不下，我再吃你一点，对吧？我吃你。反正电塔还在，这边古墓解了，但是没什么太大作用了。是。小田羊搬掉胖子的话，这个插弩是肯定会上的。哇，这波插弩有点难挡啊！矿，弩矿直接挖，还不错，能挖到插弩的话还是不错的。那浇滚墨有没有滚墨？对，这波省一下吧。对，那这样的话掉血掉的比较多。但费用的话还是有赚了一点费嘛。其实毒矿的话打插弩是有的打的，但是带公主的话就劣势一点。对，如果没有，如果不是如果公主的话，兵人黑骑就可以打，能完全可以打，多挡几下。对，然后你架插弩矿工毒就行。不要你，对你这个就插弩就是送的，就打不出来伤害。啊，这边还有一张牌，应该不是像黑骑这种牌。对，看他财力当是什么了，这边还是能读到。哎，先滚一下，滚一点，直接解插弩，还是要毒药。对，你看这个插弩，其实在换血上是亏于毒矿的。对，这波还行，这波插弩能打到塔应该。毒药加上一个滚木嘛。对。然后你插弩就没了。而且你看，毒矿这边完全不亏费用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就是说，到了加时我费用完全过得出来。你这个电塔是没有用的，我矿工就是毒滚你。哎，这个很漂亮，就把你电塔吃掉。可以看一下这个操作细节。还是有机会啊，矿工这边直接架弩，插弩继续矿工毒药滚，矿工盾牌冰扛伤害很细节，好直接毒，其实矿工位置挖的不是太好，是哇，那这波能打出非常不错的速度了，很多伤害。对，这矿工如果挖插弩后面能敲两下解掉弩还不错，是现在优势非常大了。小天这边还是立插弩，这个弩的位置非常好啊。那这边这个排序有点不对了，让对面这很头疼。而且这个兵人很漂亮，这个兵人是直接拉到了公主的仇恨。这个矿工还是去挖。啊哇，这个电塔抓到。哎，但是这插弩被打掉了。这个蝙蝠把插弩吃掉。对，再来一波。对，慢慢来。就可以先架一个电塔也可以，然后再架弩。对。他就是兵人加电塔去保弩嘛，这边公主我觉得要少下，对吧？公主其实用处不大。这边一个弓箭手，对，随便解。就挖塔还是挖这个？还要解弩，稳一点。对，还是要解。先把节奏打回来。对，又打了三下。慢慢耗，两分，还有将近三分钟是平不了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插弩优势非常大。下骑士，然后下蝙蝠嘛。他可以下蝙蝠的，我感觉。对，这个兵人每次都拉得挺漂亮的，哎，但这波选择不用，哎，这个蝙蝠失误了。哇，那插弩。插弩还行。还有点血量吗？然后挡一下。哎，这个骑士其实没必要下那么靠前，会吃 AC， 吃电塔，他可以往后下一点。下一个弩就出来了呀，下一个弩不好挡了。这个公主应该死不掉。还好还好，这个公主要是被解了，那这局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对，那这样呢要。这个不好读，对，直接读，然后要滚吗？公主能补一刀吗？哦，这个公主很漂亮，公主没死，非常好。对，矿工打满了伤害，打了四百伤害。是的，公主还没有死，小天那边比较头疼。好，这个公主死了，哎，这个 AC， 哦，这个公主没保住，这波公主送掉，这波矿工不敢交法术了，怎么解？加骑士加毒，骑士盾牌。好，再下骑士。哇，那是个这个滚木毒，然后滚，还滚吗？要滚要滚，先挖，矿工挖一定要解，挖也可以，一定要解，被抓了，挖一刀没挖出来，这样掉血掉了很多，对，一下都没打出来，这样可以交火球了，小天啊，可以直接交火球了，赶紧抢血，直接抢血，但是被抓到，电塔没用，电塔没用，锁塔了吗？没有，小天啊，这边细节还是挺到位的。哇，这局真的是很焦灼啊！是的，也不敢直接，然后直接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够了，应该是够了。矿工挖的厚点，预判滚木的话意义不是很大。对，还有900血量，还是优势大嘛？斩杀了，斩杀了，这样过牌也是来不及。火球，火球直接丢吧，是，不要再秀了。对，他这个是不能再重蹈覆辙嘛？他上一盘就是把自己给秀。
双方会用什么？直接上租啊，费用都没满啊。对，看一下小天鸭这边上的啥？一下。王伯杰，看是不是神仙珠？滚墨。感觉选手是小天鸭，这个是三枪。这个有点像老三枪啊。老三枪，哎，直接桥头机甲，这个打法是过一下毒药，对。那带毒药的猪去打一个三枪，可能没有火球那么好，但是解采集器上是会好一点，就解采集器不亏费嘛。这边应该不会出三枪。对，幽灵。是幽灵那套，幽灵刺客。那这个卡组的话，让 Legend 也是一个玩三枪的，应该是肯定很清楚这个牌了。这边还小天这边还是要哎直接出三枪、啊、直接出三枪，这个三枪有点着急我觉得。哎，但幽灵隐身了，对，没关系啊，一个滚木还不错，滚木卖一下，那这个枪是这个炮车，费用现在是一样啊，费用差不多就行，因为这个三枪你打这个塔血，你打到1000血，打到500血都没用，采集器不太敢做了。对，他这套野猪带机甲的是比较少见的，要上哦，很稳啊。对，他这样去上，对，不上猪，因为他知道他好像滚木交过了，是不好解那个团火了。因为他这套牌打三枪是可以打的，因为他这个加农炮车解枪是很爽的。领个兵人，我解掉你枪，你不好解我这个加农炮车。哎，兵法下在左路吗？那这个右路用什么来解？看一下，要用飓风吗？旋风吗？想用旋风拉一下。旋风好，但是这个火枪怎么解？我贴脸了，哎，但是拿这个解的话，有点亏啊。对啊，双枪怎么办？对，他这个只能下炮车。哇，那这波真的是非常亏啊。对，那这样双枪还能摸到、哎，这个没挡到，失误有点大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火木不在手上，这节奏有点乱啊。就按理说他这道牌打三枪是优势的，是可以打的。对他，因为他有飓风嘛，你枪没有办法下。我下可以下炮车了，哎，他选择下机甲，哇，这样吸一下，吸，对，毒药，毒完之后，这个挡一下，这个得挡，然后滚，但刺客怎么办？这个刺客，他这个解牌，哇，这波炸了呀，对啊，这波毒药是没有把枪给毒掉，是的，那只有400血了，对，那应该又沉底兵法，沉底机甲。哎，节奏非常差。这边要出枪了，赶紧旋风捏在手里面。旋风出炮车的话，这个旋风速度还不错，左路守不了啊。不要，他这样左路没办法守。对，差一个兵人，好还行，能防住吗？兵人还可以。但是刺客冲锋冲起来了，只剩300血量。是的，这个炮车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，它应该就是旋风去解三枪，解那个三枪嘛。对，现在这两路基本都要告破了。是。而且基本上没出过猪。对，他这样的话三枪来了怎么解？直接下这里，这样的话也行，防住了嘛。对，哎，这个隐身了很烦，要下兵人，还要再下牌。哎，这兵人没拉到，那一下两下，一下左路呢？左路要下猪血，猪拿来防这个刺客。对，失误很多，就没有机会了。这个滚木也算是还行，这个兵人。对，那这样小天鸭可以过小店了，就不用出牌了。现在看现在费用来看的话，已经优势非常大了。对的，小天鸭这边过小店吗？还是下兵？我就炮车顶，100多血量。对，那没办法了。那这个是守不住了呀。这波没有，这个已经守不了了。下机甲，他这个机甲没有用啊。这样的话，哎，小天鸭想庆祝，但是还没有打掉。差一点。对，还没有打掉。好，还是打掉了，还是打掉了。对的，最后是费用实在差太多了。是的，你可以看到 Legend 在这把的这个发挥是由。